家人生活现状，今天不喝奶茶了，可是满25减8耶。早上9点，我一定要早睡。凌晨3点，百度一下奥特曼有多高。每天起床都告诉自己，今天吃清淡一点。美团推送正宗川菜，我试试有多正宗。入睡前，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起床前当牛马也行。身为牛马，我很抱歉。今天喉咙痛，吃微辣吧。发工资前，这个月省着点花，工资到手，野生葫芦娃，买一个看看。